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今仔日这段影片想要用台语来录，因为这段影片无介绍台语的背的声调。即阵看到的这个画面，其实真早以前就有人甲我讲，较早伫学校读册的时阵的朋友，伊就讲，台语的背声是西好芭比。狗马抢鹿，迄时敢若感觉真趣味吼，嘿！但是即满我甲一挂朋友伫教会内面有教会长老会教阮白话字，即是我第二摆学习白话字。头一摆是学客话的时阵，迄阵有外国的宣教师教阮白话字，嘿所以迄阵阮着像即种。好音，阮就操拢会晓的，我家己就操拢会晓。但是当初学声调的时阵，就无法度，因为教阮白话字的宣教师，伊家己学的客话甲白话字甲客话圣经内面的声调是无共款的，系阮伫个新竹学客话有分。什么海风甲陆风，然后个另外是四线，因迄声调有个声调是多变，所以当初我学白话字的时阵，声调就无学。即满最近甲伫教会内面，搁再一届学白话字，所以即边我就知影讲，我就爱把我的重点放伫声调。声调的所在哈，就想要好好学。所以我知影台语有八个声调，但是其中的第二声甲第六声其实已经无法度分，我家己无法度分哈，所以我拢当当作是同款。其实这两个声调是甲华语内面的第四声较相像啦哈。好，美，我讲当初这个。口诀哈，我感觉无啥物重要，但是最近咧学的时阵，就感觉其实这个声调，这个口诀其实是嘛是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有时阮就想讲，第七声要安那念，就想到西好芭比狗要抢，就是抢啦哈，所以有时迄声用个留啊甲这个口诀来用这个口诀来斗相共哈，但是有时也是一挂困难，最近伫教会学迄个教材，迄个教材其实是有人编写的文字的教材，迄个教材有二十几课，二十几课，后来我伫个网络面顶找，有人呾全部录出来，全部录出来吼，二十几课全部录了，伫教会内面用个找到，伫网络面顶用个找到，即白话字实用教科书，拢总有二十几课，有人全部呾录出二十四课，即二十四课其实对阮拄啊学诶人其实嘛是真重要，伊头前教母音，教。主音，我讲即较早阮草拢有学过，只是客话那个无鼻音，鼻音较少啦，鼻音较少，台语鼻音真多吼，草鼻音的部分是加出来，其他像这子音啊，有声无声的子音，即阮较早拢捌学过，一直到第十四课开始声调。开始学声调哈，其实阮最近几礼拜拢在学声调，学声调敢若背音安尼哈，但是背音就感觉真困难哈，有时拢会分袂清楚哈，所以我就会讲，其实用个整理，我就想要整理一段影片哈，我就会想讲，拄只头前即个西好芭比狗马抢鹿，虽然是真好记诶口诀，但是遮个音是无共款诶，
还是无共款嘿吼，嘿啊，有时就无，较无法度比较因的差别，嘿，所以我就咧想讲，有啥物音，有啥物，像这教材内面，伊拢是用共款的音，嘿，对头念甲尾啦，像这嗷，就嗷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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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虽然可能个倒迄个声调安尼念。但是有时念一个音，还是分袂出来，这到底是倒一个音才对？嘿，啊，所以尾下我就会想讲，有啥物？有倒一个音是头到尾拢共款，而且是咱普通哦台语定爱用的音哈。嘿，啊，所以我昨昏甲今日，拢有找几下音，啊，其中较完整的有两个，嘿，我找到有两个哈，头一个是高，嘿。啊，当然高你啊用迄八音就是高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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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但是我就讲，伊所有的音拢有咱定定用的台语，像即个第一声高，应该讲交通，还是交警，还是狗仔狗，嘿，这应该拢是第一声哈。嘿，啊，第二声是狗，嘿，七八狗的狗，还是小狗的狗哈。啊，第三声是狗，嘿，狗就啊，你狗啊问吼，是咱讲啊，我要狗啊，要狗啊，你搁等一下，嘿，迄个狗哈。啊，第四声我找圣经，专门圣经内面干那一个音，嘿，这个是吼车辆狗过。嘿啊，其实这两个音我家己分袂啥清楚，这狗啊，啊这狗过。嘿，当然我知影狗是较短，嘿啊较低啦哈。好，啊，第五个是狗，嘿，啊，这就较简单哈。迄头咱先开始迄个口诀内面，第五音嘛是狗，嘿，就是狗山那个狗哈。第六音甲第二音是同款啦，哈，我那狗。好，第七音是高，嘿，高就是有个较高，有个较薄迄个高哈。嘿，啊，我感觉这个高甲这个高。就用同款的音来分，就感觉这分了真清楚。嘿，啊，第八个音在圣经内面我找无，嘿，啊，所以就用去网络面顶找哈，这是能搞高的高，嘿，能搞高哈。后来今日阁找到另外一个音，甲伊是同款的母音啦哈，嘿，这是刀，嘿，啊，所以伊的八音就是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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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刀第一音是镰刀、弯刀、银刀的刀，啊，第二音是刀，啊，所以刀就是啊，金刀、利刀的刀。第三音是刀，啊，这是有倒对，还是中刀的刀，中刀的刀。第四音刀，讲这是挖刀，刀掉，其实，用这同款的音吼，有时我感觉第三音甲第四音那个拢差无偌济，倒对，哇倒，其实还是有差啦哈。好，第五音是倒，嘿，导航的导，还是好导航的导啦哈。嘿，第六音甲第二音同款，原来是倒哈。第七音是倒，倒啦，嘿，倒。红豆、土豆，还是豆蔻的豆。第八音在圣经内面，我也无找到哈。嘿，啊，我找到网络找到的是这个豆豆啊来，豆豆啊豆豆迄个豆。嘿啊嘿啊，这是照理讲是较悬音，较低，搁较悬。嘿，但是有时虽然网络找到这豆豆啊，嘿，可能感觉第二字迄豆豆啊，豆豆啊来迄个豆。嘿，虽然是第八音，但是我家己念起来，我感觉无偌标准啦。嘿，啊，可能有较专家的人，恁会当找到其他的音，原来八个声调拢有，嘛欢迎你会当甲我讲。嘿，啊，其实这个教材啊，哈，嘿，这个教材虽然我是感觉对咱初头一摆学的人有真大个帮助，但是其实我感觉这个教材也欠一寡，嘿，就伊个主音、子音的部分啊，哈，嘿，子音的部分那个啊，开伫结尾、开伫尾啊的所在无讲到，
嘿，那亲像我较早录的迄段，迄闭口音，嘿，闭口音就是想要阿在达嘴合我来，迄种音，嘿，迄种音我较早拢感觉，可能要阿是 M 结束的音，后来看到，其实亲像建立是用 P 哈，嘿，用 P 做结束的音嘛是闭口音，嘿，啊，但是伫即个教材内面，伊只主音。大部分拢是开头前，然后感觉伫尾仔部分应该阁介绍一个单元，可能会较完整。但其实对我家己最近诶学习诶过程，我感觉 L 吼，开诶尾仔部分阮较袂晓发音。虽然台语可能无即种音啦，但是因为有时有迄翻译诶名。翻译个名有时有即种音哈，所以这我就感觉，这我就发袂啥物，袂偌标准哈。佮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今仔日所找的哈，我就感觉，同一个音，那佮较无介绍同一个音，咱定用到的遮个字，即种范例，即种类啦吼，也有较侪可能会当对大家有较侪的帮助。这个部分可能咱大家斗阵来找看卖，也有搁较侪其他的音的背声，咱定用的背声可能会当帮助咱会学习的人会当分了搁较清楚。好，安尼咱这段影片就介绍到这，多谢大家。